到开拍前都还是会有点担心，不是因为萱萱的能力或者是什么，只是说因为萱萱真的离那个角色非常非常远，也花蛮多时间跟萱萱过去，也就是说可能每一场大概那个情节是什么。跟大家对小萱的印象也不同，因为小萱大家知道她很摇滚，带一点叛逆，但是这部戏里面她被完全改造成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上班族。这刺青是其中一个，就是如果有带到脚的话，就是有刺青的地方要遮，要呈现一个非常非常平凡跟不是太有自己的个性一个外形。现场看范晓萱的时候，她的眼神和她的就是可能跟你讲话的口气态度什么，是当然是范晓萱该演的时候，她是阿凤时，她的眼神就会变，而且就是因为我还蛮怕范晓萱，可是阿凤很温柔。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，是他可以真的眼神都变了。因为其实阿凤他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蛮压下来的，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所有事情都 OK， 很乐观，没事没事。可是他从这一场开始，他压的东西再也压不住了。是爱上别人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那场有点吓到我们，是因为他完全是，他是真的把他自己放在那个情绪当中。他拍完的时候，他还有跟我们说，他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谁都看不到，他也看不到摄影机，也看不到小杰哥，也看不到我们在旁边看他。我其实没有想要哭，但是我就是阿凤上身吧，整个血糖有点低，尤其要打小杰哥，然后就一直打一下，一打一下，就。对啊，后来手就有点肿起来。他自己应该也有被吓到吧？夏哥还有说，就是我们那天收工说他就在一直哭，就是他可能闷太久了。